有各位家人们好，欢迎回到兰诺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回到我们的 Sofa Talk。今天我们这一集邀请到了郝伦，那郝伦他其实在 YouTube 上面有做很多知识型内容 的影片，然后呢，其实范围非常的广，对不对？其实从像孙子兵法、啊，然后呢，有到像之前有做很红的像冰人那个 Wim Hof， 然后还有说像樱木一郎，就是各种这种知识类型的影片。然后呢，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让大家做观赏。然后再就是郝伦，他其实也有在 PressPlay 上面开一门，就是是怎么交到女朋友的课程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看了也觉得就是我觉得蛮酷的。然后我去看那个试看影片，然后我觉得他里面讲的都非常有道理。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帮郝伦介绍，还不如请他讲一下他的频道里面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就是。你做的范围超级广哎、欸，就是我在看你频道的时候，会觉得说天哪，你做的这些知识的汲取，你到底是怎么去挑你的题材，然后怎么去把它抓出来变成是你的东西？这个啊，其实我看到这访谈我有点尴尬啊，因为这个题材很多元啊，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啦、啊。那我就其实我觉得它有时候是一个缺点啊，就是说它没有很固定的一个主线。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很流行那个 ETF 投资嘛，你有听过 ETF 吗？我觉得我这就是题材型的 ETF 嘛，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如果你把你的题材，比如说单压在整人，单压在什么，那的确你中了那个点，你就会很红，但变成你的观众其实也会限缩在那个题材里面。如果你开别的题材，他不一定想要看，他可能就只想看你开箱，只想看你整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应该都要有这样的基本功，就是说你的这个题材、哦、就像投资一样、哦、它应该要分散、啊、那当然这个是讲优点，但其实对我来讲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都是拍我自己想拍的东西。的确粉丝会有想要看的东西，他想要看连续的东西，但是对创作者而言呢，有时候我们就是拍出内心想要看的东西，所以啊，以比如说你这样看，你会觉得很多，那其实那就是我的内在啊。那是怎么整理的？有的时候真的都是那种有点类似天启，你知道吗？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对某一样东西特别热情。那种热情呢，其实也是拍片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拍片你不一定会赚得到钱，但是在执行这一个创作、执行整个计划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得到愉悦感，得到满足感，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在我其实对你那门课程我还蛮好奇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人家在，因为在 不只是 PressPlay， 就是在各个就是线上课程的网站有很多类型，就是像股票是最常看到的，然后可能是像烘焙类啊等等，但是。教就是情商，或者是教怎么去增加你 EQ 的这个课程，我其实很好奇。所以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情商的课程？哇，我觉得这个就是男女有差异哦，因为女生啊，就是正常的男女啦，就是怎么讲，这样讲有点复杂，就是说在正常的两性权力的互动啊，男生要作为攻势的发起方啊。就是说所谓的追女生，那我不喜欢用追这个字啊，因为追这个字好像男生很卑贱啊，然后要去讨好女生啊，我倒是不认同这种想法。但无论怎样，男生他必然是一个攻势的发起方嘛。那你作为主动的攻击方，其实常常会受伤，包括我自己，我的感情路其实也没有很顺啊，虽然我交过很多女朋友，但其实常常会觉得女生很麻烦，我就老实讲，我觉得女生有这么麻烦，我用我的男生的头脑常常会觉得很痛苦。啊、当然因为我交的女朋友够多呢，我也累积了一些经验，然后后来我从以前用那种雅虎奇摩交友啊，一些奇怪的交友网站，然后到后来发现哇，竟然有交友软体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啊那时候我还在当仲介，我觉得这东西太好玩了，我觉得太方便了。我都不用读他的自我介绍啊，听他讲他的兴趣，我只要看他长得漂不漂亮就好，喜欢就右滑，然后不喜欢就左滑。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一定要学好，然后教别人。我以前就喜欢教人家的东西，但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网红，所以一直没有去实际的进行，只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开课一对一当教练这样子？但是后来就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毕竟感觉挣不到什么钱。但是等到我当了
网红以后，其实我一开始是要卖房子，就是把日本的房子透过 YouTube 卖给台湾人，但是这个计划完全的失败，就是没有人，就是 YouTube 上面小朋友没有钱。但是后来呢，我讲了一些两性的东西，很多人要听，那后来 PressPlay 才来找我，然后我突然想到，欸，我以前喜欢玩听的，然后我研究所又写了《孙子兵法》的小论文，那我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个解决台湾男性甚至全亚洲男性只要你读得懂中文呢，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解决你情感问题的解决方案。哟，你想要学会如何拍摄影片吗？那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好好摄影课程。在这门摄影课程里面，我会教你如何运镜、构图，还有各种业界常常使用的会让影片变高质感的技巧。募资价只要2250，可以帮你现省1980块台币，而且优惠直到6月23号。然后只要在募资期间购买，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一台 Sony A7S3。我们一起拍出故事感，课程里面见 ，Cheers。那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像《孙子兵法》，它不只是可以用在可能情场上面，它其实也可以用在商业上面。那因为我们这个频道有讲一些跟创作、商业，还有跟一些就是怎么去经营自己品牌内容有关，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的经营理念，你是怎么把它套用在你的生活上？然后呢，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说，你现在有办法可以赚到钱，然后你又可以同时顾到你喜欢的创作。好，但这个齁，感谢你这样刚好就顺着接过来齁。那孙子兵法有说啦，习之善战者齁，先为不可胜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可胜的概念齁，也就是孙子兵法最重要的叫做不败齁。不败就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是必胜。很多人会以为说，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哇，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孙子兵法从来没有讲过百战百胜，他甚至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就是说你每次打每次都赢呢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方式呢是先为不可胜，你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当初其实是怎么可以变成网红呢？重点就是我还是有工作，我是边工作边建立我的频道的。当你有一个基础的稳定的收入，你比较不会，我讲是比较不会因为这个演算法的推播，如果对你的题材不友善的话，你很容易会想要去跟随这演算法，反而背离了你创作的初衷。所以我觉得孙子兵法，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学到，无论是情场、商场，甚至是创作，或整个人生，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怎样让自己处在不可胜，就是不会被战胜的状态。哦，那我觉得要做好一些基本的准备。那现在你的频道现在来到，不能讲说来到啊，就是你在50万订阅，你已经50几万订阅了。那你觉得能够到50几万订阅这样子的数字，你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吗？成功秘诀啊，其实我几乎没什么感觉。其实这种数字啊，最有感觉应该是1万到10万这中间啦。那再来呢，其实感觉越来越淡，而且真的要讲 ，YouTube 是比较鼓励新的创作者的。所以说，各位假设看到这一段访问啊，你想说哇啊，好多人都是什么50万、100万啊，那我的粉丝只有几千啊，或者是1、2万，其实现在已经订阅无效化了。所以说呢，任何人哦，只要你把你内心的 message， 你内心想要传达给这个世界的讯息呢，传达出来，那最后呢，就是这世界要不要听你的讯息。所以我自己我觉得没什么秘诀，就是开心啦，然后坚持，然后做你喜欢的事情，爱这个世界。我觉得你的想法超正面的耶，就是超正面。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我不得不说，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被那个点阅的，就是点阅数啊，或者是订阅数啊，就每天都在看，就还是会在乎。但是其实我这两天跟很多创作者就是在聊天过程中，其实到最后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讲说，其实他们还是最想要拍自己喜欢拍的东西。这是真的。那你的频道，你如果现在可以对他许一个愿的话，你会想要对他许什么愿？许什么愿啊？我希望还是刚才那一句，我觉得人活在这世界上最重要，其实是付出啦，是奉献啦，
奉爱，爱这个世界，而工作呢，是爱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那如果我刚才讲说比较不会被那个数据影响，其实任何人都会，包括我，任何人啊，如果你当一个创作者，你不 care 那个数据，那就代表你上班你不 care 你做多少业绩一样嘛，所以是不太可能的。但面临这种数据的压力的，我觉得我们能做还是回到初衷，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爱这个世界，而工作呢，就是爱这世界最好的方式。那如果你可以给新手 YouTuber 想要看刚开始创立频道，然后去做内容发展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建议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我前面有提到嘛，你千万不要孤注一掷啦，你孤注一掷，你很容易恨这个世界啊。就是说，我都为了创作，为了当 YouTuber 哈，我辞掉了工作，我买了摄影器材，我买了多好的东西，怎么大家都不看啊？那有时候不是你的东西不好，而是演算法就是还没有推波到你，但是你撑不过那一段，因为你没有收入，因为你孤注一掷，你跟这个世界齁脱节了，那你很容易会变得分世嫉俗。所以第一点齁，不要孤注一掷。那第二个齁，还是齁很老梗啦，真的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有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粉丝是很敏感的。人类齁就是有这种能力齁，可以透过你很细微的表情齁，你讲话的语气，就可以判断出你讲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那你的内容尽管做得再漂亮，如果没有真心的话，粉丝会觉得很油或者是匠气十足。所以我觉得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第三个还是老生常谈，一定会有好有坏。大部分的 YouTuber 一定一进去会尝到一个甜头，突然你哪一支影片爆红，但你可能会暴跌，因为演算法就只有推那一支，你其他的都不推，有的人就会卡在这一块。那要怎么克服这个呢？还是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工作是爱这个世界的方式啦。那如果你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的真意，你就可以，就是说晴天你也走得很开心，那雨天呢，就算淋着雨，你也是笑着往前走。一定要记得，工作是爱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很谢谢好了，他今天就是给我们很多，我觉得是很该怎么讲，就是不能讲说是很古老的，可以讲说是很古老的智慧，就是其实像孙子兵法是我们其实从小在写国文考卷的时候都会看到的东西，但是像我自己也都没有读，只是就是光是听你像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其实不管是在 YouTube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这些都可以用到。所以今天很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建议。那如果你喜欢好伦的内容的话呢，你可以去订阅他的 YouTube 频道。那如果你对于幸福不败兵法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下面放上那购买链接，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课程到底适不适合你。然后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好伦。好，我们这一次 Sofa Talk 到这边结束 ，Cheers。那个主要是想要来日本的最大的契机啦。对，然后其实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并不觉得说我有办法在这边待那么久，觉得真的是算是走一步是一步。